印度组织以及伊个政体吼，有所看法，也是有啥物好补救，甲咱这个台湾之主，这个被陷害这个声音，会当安尼声援，甲咱做一个安尼，互咱台湾人会当安尼，头壳起来起来出头天安尼看法，请上教授安尼补充一下，谢谢。来，过来第三位，方奇。我要自我隔离人，简单讲。我出去的政治，无要含你日本做，日本我无要含你美国做伙，我要含中国较接近的。啊，看你美国要安怎？伊即摆解决要用这个方式。美国本地的一个想法，就是讲太平洋的这个地区这个所在，差不多按殖民日本殖民落来到菲律宾当中。美国甲中国这边封死的，海啦，甲即摆日本也发生问题，啊变安怎？所以台湾的地位怎重要起来？台湾地位怎重要起来？伊会帮忙台湾，但是伊含中国阁有真济经济上的往来、心理上的往来、北韩的问题、阿富汗的问题、伊拉克的问题、甲巴基斯坦。印度这些问题，拢爱中国来倒下手，所以变作讲，美国即摆行伫真艰苦的路，要帮忙台湾，啊，唔敢上表面。所以这回，这西藏达赖喇嘛想讲要去美国，按总统季节兵，伊讲无十二月啦，十二月。美国的所有媒体老啊，甲奥巴马骂啊，奥巴马讲，卖我骂啦，我著讲要去见面，啊，但是我最近无闲，要准备十二月要去。中国遐做伙，所以我十二月份见面，到将军会当准备来同我来讲。当时嘛，奥巴马佫摕到这个诺贝尔奖啊，啊，变作讲以这个和平的方向得到全世界的肯定啦，系啦，这对台湾人来说有不利的现象造出来。所以今仔日台湾人规矩啦，有那是讲美国的。简单放弃台湾，但是台湾的声音也出来，因为台湾吼，美国拢观察台湾拢在想啥，因为真早真早期，美国人捌问台湾的这中路，比如讲黄国师，讲啊你是倒位人，伊讲我是台湾人，嘛是中国人，美国人听到后壁伊观察台湾，讲讲啊卡个，啊就倒位人就倒位人，啊佫佫是中国人，啊所以想讲台湾人拢也是中国人，讲实话。美国唔敢将上好的武器卖哦，即摆马英九的这军队啊，今卖来到人民啊，在厝内拢送伊滴，送伊滴北京啊。咱只有几只飞机放伊哦，唔是放伊，唔是伫即台东的外口停落去啦，走去伫迄边啦。所以美国即摆真惊武器较好来到台湾啊，但是我会先讲，美国绝对袂放弃台湾啊，即块地。有人形容讲是被顶落去，韩国无人，美国人无遐简单来放弃。这第一问题，第二，到底台湾是什么款的地位？我会使安尼讲，除非你有感觉英国、台湾啊，什么代志拢英国会讲话，有无？苏联会讲话未？澳洲会讲话未？纽西兰会讲话未？日本会讲话，拢无人讲话，干那美国在讲话。美国按过来的总统。国务卿、国务院要紧的人，众议员、参议员，再三伊学者拢讲台湾、台湾、台湾安怎？是安怎？美国人遐呾关心台湾呢？因为美国和台湾有关系。啥物关系？二次世界大战1944-45年太平洋区的战争啦，是甲咱两个国家咧相争。一个就是美国，一个就是日本。干咱这两个所在咧相台，马卡萨太平洋战区的大元帅，真怨恨日本啦，恨甲入骨啦，因为伊的战争内面唔捌输去予日本输啊很痛。按桃园飞机飞进去吼，甲马尼拉的基地、马卡萨的飞机、百偌只的战机，规个甲消灭啦。伊讲伊的战争唔捌叫消灭，甲伊关联咩？所以哦，到尾决定讲，关注站那边定的，含伊有关的啊。
报仇啦。所以这战争里面呢，简单讲就是美国人和日本人的相台。在战争的里面，占领的人占这个土地，占这个土地不是摕着主权，是干呐占这个所在的管理权。但是迄个战争的结束的时阵，马卡萨行日本哦，无遐尔简单导航，所以伊才截断、截定伫东京啊，台湾这个所在叫蒋介石回来，伊唔知影中国人歹到怎款样啦，来到就拢唔走，伊唔知影中国人遐哪恶劲啦。所以我将都讲倒转来，这个台湾的体制和 USMG 有关系啦 ，US 是美国 ，M 就是政府。G 就是美军的政府啦 ，military government 军事政府有关系，所以台湾一直和美国的军部有一挂关系啦。这就是我即摆去解释第三个问题，阿扁啊这个个数的代志。阿扁啊这个个数和我个人是无完全的关系，但是阿扁啊还想出这个想法，伊讲。台湾一做总统八年，感觉讲后壁一支手甲咧，六条咧，这个板条咧，伊要创啥代志，伊有阻碍真大，这个是美国的力量，伊有迄个感觉。啊，这个唔知变哪解释，就是我同我讲是 USMG 啦，美国军事政府的统辖的内面。所以伫这个内面的时阵，老实讲咧，伫台湾这个所在，不论安怎啦。最后的决定权，那美国人的决定。啊，那安尼的时阵，既然台湾这所在是美国人六条嘞，安尼伫美国，还佫六条的这中间，直接咧做甚物总统，做甚物政治，这拢唔是真的啦。